然后看看啊，这个可以躺在随时随地在哪儿都可以睡觉枕头，但我发现这个不行，这个塞不进去，是我头大的原因吗？是你发分泌的原因。你看，完了，枕都枕不下，睡个觉真不安心。睡个觉这么难？哦，可以。我到那儿我就睡啊，回家。